Nike 丁友贺岁杯开波，头场都几有睇头噶，有大洋洲冠军奥克兰城对韩职冠军 FC 首尔。FC 首尔被视为夺标大热，功力都有翻咁上下噶。单因努域门前劲射，可惜系俾门将拍出，只系博得个角球。奥斯马巴巴头槌又顶中尾，真系唔抵啦。奥克兰城教练是巴塞隆拿 fans， 他执教的球队都是巴塞 style。 原半场前一次攻势，泰迪和迪怀斯一个撞墙，入禁区之后泰迪一射破网，奥克兰城领先1-0。 FC 首尔下半场狂攻，换入朴主永加强功力，可惜朴主永这球炒高了。84分钟 FC 首尔另一次攻势，金恒日头槌又被对方门将扑出，攻击都不入中，几乎输多粒添。奥克兰城攻势，亚历山大达拉克一射中柱弹出，最终奥克兰城爆个冷门，以1-0击败 FC 首尔，打入年初四的决赛。 ONTV 东网电视体育台报道。